哦，但是有人说这是找到了青年胡志强。这马政府目前已经敲定接替苏俊彬的新任新闻局长人选，就是东吴政治系副教授江启臣。而曾经呢以幕僚身份参与 APEC 会议，更获选中央通讯社评选台湾十大潜力人物。这江启臣谈到这一项人事案，以不达命令还没有正式下达，他还是暂时不愿意证实。方便发言，因为我现在有一些会在进行啊，所以您对这个看法，您觉得这样的任命，您个人的看法怎么样？我想那个是不是等以后正式有结果公布之后，我们再来谈好了。那马总统私下有跟你聊过吗？还没。受到这样的重用啊，您感觉会不会觉得说压力很大，还是说怎么样？目前我还没有正式公布嘛，还没正式公布，好不好？这都报纸这边先报的嘛。嗯哼，好，所以我们还是等政府的公布为准了，好不好？